心不枯萎，绝处逢你的一个念想。这是什么？种子。皇上，你说要把我给卖了吗？对啊。四灯出去散步了，你去泡一壶茶，诗风龙井，带到亭子里来。怎么会像你呢？你让他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，就注定你们俩会截然不同。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这是我送给他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吧？四灯，但是西西不一样。你如果告诉他，他不是真正的人，他从此会夜不能眠。还真是一点都不想。一直陪着。想。一直吗？一直。好。嗯。严淑玉的连锁火锅店又开了一家，说是王乾坤这两天又走了，所以让我们俩过去聚一聚。没准啊，我要回来，人家现在是大科学家，想见一面真挺难的。